随着时代的进步，车头的安全配备越来越好，包括自动跟车啊、自动刹停，但是大家经常忽略了尾车也要跟着提升。你光车头刹车很准很好没有用，尾车还是跟上来。所以大家知道我这一次订了六期的新车嘛，为了要配合新的车头安全配备，本来是想要加装 ABS， 但是后来想一想还是直上 EBS， 差价大概差了六七万油吧。这一套大概是十万块左右，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差别。好，今天又来到台中成威了。这卡刀啊，我的要来装那个 EBS， 打开了。好了，现在要来开箱了。这第一行，这个是高度感应器。高度感应器，对，高度感应器。然后为什么要装这个？因为你这一台不是气压的，不是气压的话，它要去侦测你的钢板的变形率，所以是需要用到高度感应器，就是去知道你的高度，车子的高低去感应你重车或空车。对对对，系统整体的部分会针对你的负载跟变形率去分配你的刹车力道。等于的空车风较少，挡车风上较侪。对哦，所以你也较心动皮啊，然后死圈了啊。对，因为。这一台是算改装的吧？对啊，对，然后我们采用的齿圈比一般外面的厚，对，真的比一般外面的厚，比外面非常扎实。对，感应器，感应器，这是 ABS 的 sensor， 对，轮速感应器，对，它就是要感应这个齿圈一格一格，他们是对应的，一格一格，对对对，虽然它是小东西，对，可是它是。Man in Germany， 对，德国是的。哇，对不对焦，不要紧 ，Germany 也得对啊。好东西、啊。德国的。这个快速释放法。快速释放。回刹车的时候要用的。快速释放法。对，快速释放法。雷老轰的那点嘛。哎，对。有声的那点。对啊。如果怕太大声的话，下面可以接一个消音器。消音器。然后配件包。那这一个虽然是小东西，可是它也是关键。气压过滤器，包括对，虽然它是一个小东西，它这是可以拆开，里面有滤网，然后滤网是可以做清洁的。如果你在轮轴保养，或者是你觉得时间差不多到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抽起来。其实这个设计很简单，轮轴保养。对，你稍微挡住，抽起来它里面的滤网，你可以把它拿来洗一洗，对，稍微清洁一下，其实。就够了。这个我们俗称的 PRAB 阀 ，PRAB， PREB， PREB， 对 ，PREB 阀 ，PREB 阀，它也叫做紧急驻车阀，驻车阀，对。然后它这边压放，它是可以不需要车头状态之下放刹车跟锁刹车。了解。然后再来也是小东西。因为啊，对，因为这个系统实在是蛮贵的。我们的鸭嘴头都有滤网。哦，连鸭嘴头都有滤网。对，都有滤网。其实这个东西在欧洲是非常普遍的东西啊。对，可是单价老实说比较贵一点。好。然后再来就是线组的部分。对。这都被绕去哦。车头夹的啊。对。比较特别的是 ，EBS。它的头都是这一种头，它这边都会有做防水系数，而且会有卡榫直接把它压进去，跟一般的 ABS 有很大的差异。啊，来，贵的上关键的，上贵的一箱。插在倒？插在包裹。你冇包裹？有，这边都会有保护卡。有保护卡。对。包裹一单。一单。来啊，今天关键哇，大麦，没错。它这个有分对应双轴跟三轴吗？还是都一样？都一样，它基本上一颗就可以直接对应三轴。
除旧管线跟八卦，原本的刹车。全部都弄好了，来看一下，这次还有装自动调整臂，那现在这样半规暗，那像这么呢？180，180，对啊，180度，半零，对，半零，差不多三暗，差不多，管路都牵好了。等一下要设定电脑，再来看一下怎么设定。科技啊，买车咧插电脑，要写电脑，写一下二阶。说实话，现在是设定什么？设定我们的参数，然后因为钢板的会有一个高度感应器，就是轴后高度的标定，然后我们 EBS。
它刹车压力的测试，然后轴速嘛，两轴速，然后这是我们 EBS 的四个感应器，然后两个电磁阀，对，然后我们的线组，它有分前轮跟后轮的，就比较细一点了，对，然后这边是勾选，我们有如果有些加装其他的一些系统的话，可以在这边勾选的。了解。胎压，胎压侦测，对，还有防盗。防盗，对，还有防盗，有气囊的 ECAS， 哦，气囊 ECAS， 对啊，电控的举升那这些，然后它还有倒车雷达，倒车雷达，对，它还有很多可以加装的，只是可能平常用不到那么多了。那我们刚刚有就是设定车子的长宽嘛，哦，还有高度，这些都要设定，就是，这些综合起来之后会输入一个刹车的数据进去，进去给电脑，对，然后未来可能就是你空车或者是重车，它会去调配你的刹车还有侧倾，对，然后这个就是标我们的高度感应器的这个位置，那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是举起来的状态，好，现在是把它抬升，这种是抬起来的状态，所以等一下最后还会再调一次。现在就是空车的数据了，哦，对。再来就是让它跑动，它已经自己在做测试。好好好。那现在后面有声音，它自己在做刹车的压力，看一下。好，那现在在自动检测，哦，它自己在动。他自己在都神奇耶哈，自动在检测。那这个是在确保我们的感应器的确实感应到，然后他会自己做动作。哦，这样就是 OK。对。哦，哈哈哈哈。它每一轮都是独立的，刹车的话。欸，没有独立，没有独立，是两边分两边这样。那这样子就是我们完整的一个参数的设置。好，那我们后天还有什么数据可以看？例如说里程啊。哦，那个的话可能就要回来用我们的电脑下去查，它可以看到我们作动的 ABS 作动次数、踩刹车次数。然后还有那个你 RSS 就是测倾的一起测那个的次数，靠伤紧，伊甲你介入，伊甲你介入的次数，动态次数乖。安尼等于买单看到司机的迄个行为，对。啊，如果说像如果你有可以加装另外一个，它是 Smart Board， 它是一个控制界面壳，它上面也可以看到一些自己看相关的数据，但是它不会像我们电脑看得这么清楚。好，对，它可以看让你看到一些简单的数据。了解啊，那如果 ABS 的话，它有里程吗 ？ABS 也有，也有里程。ABS 也有。那有测倾那个就没有了？没有，那个就没有，就只有里程的数据。它然后还有一些你自动的数据而已。那还有一个，那一个班带的开关。那个开关，手刹车的那个开关，昨天网友就在问，哦，黑色是什么功能？红色是什么功能？这个我们基本上我们做都会帮你们贴个贴纸，因为太多人在问了。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司机，以司机来讲，你会用到的红色的，红色的拉起手刹车。我们刹车会直接咬死，了解。它可以取代我们平常一些槽罐车防驶离的功能。那拉起来的时候，你要开车一定要记得要按下去。很多人会忘记按，拉不动，对，忘记按，然后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哎，尾车咬死了。这个很常发生。好。那黑色的部分是我们如果今天尾车在没有车头或没有任何气源的情况底下，我按下去。可以放刹车，啊，像我们现在风是灌着的，它就会回弹。哦，所以它如果没有风，你要把它放掉，推高机要移动之类的，按那一颗就可以，按那一颗就可以做动。了解。安尼怎样啦？吼，不要再问我了，因为我不是很懂。OK， 那就谢谢啦，我等一下就测试一下，拉一下测试一下。OK。
们现在做一下这个刹车的测试。哦，看也拖链没啊？哦，在这个有沙子的地方改激动。有没有？它的那个锁死率还蛮低的，哦，东西都飞下来。然后我们等一下路上试一下。哦，刚开始啊，拉到有 EBS 的尾车哈，哦，你们应该都会很不习惯，你也感觉像在没动这样，你会觉得好像都车头在刹车啦，其实它是刹车是平均的，你如果打路路也路动，就变成那个踏板的行程会比较长，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啊，像现在空车嘛，它就给它那个空车的风，所以你在点刹车的话，比较不会这样哦，丢丢丢，安尼无，这样就艰苦。然后我那个货柜板就是会这样，那这样刹车哦都很线性，哦就不会这样丢诶丢诶丢诶。板台动像诶，像诶伤赖安尼有无？板台刹车太紧的时候，你在踩刹车就会这样拉拉。但是你空车，空车你如果把动啊无放卡零诶吼，空车好刹了，变成重车的时候无动。来加速到大概60左右。好，等一下如果缺口，我们就来个紧急刹车这样。哦，这么大，拢袂车刃。再来试一下。是这个刹车踩起来就是我要的感觉哦。我们先来讲一下啦哈，又没有 ABS， 还有有 ABS 跟 EBS 有什么差别哦？没有 ABS 就是像我们这种板架，鼓刹的板架就是单纯车头风送过去哦。板架如果锁死就是锁死哦，当然车头一样会控制有多少气给尾车，你踩多大力给多少气给尾车，可是变成你就变成要，如果不让它锁死的话，空车不让它锁死的话，你就要把刹车哦调松一点，相对你重车就比较没有刹车了嘛。然后 ABS 一样哦，一样走风，就是车头踩下去，然后哎走黄色的那一条风管，走到最后面有一个八卦。哦，八卦那边在送风去给那个中邦红菇，哦，他再去推那个调整臂，哦，当你要锁死的情况下，哦，他才把你的风退掉，哦，就是 ABS 感应说，哎，你的轮胎锁死了，他才把你的风退掉。然后这样有什么情况？这样的情况就是，哎，你刹车一样可以调得很紧，但是你在踩刹车就是。点一下拉一下，点一下拉一下，哦，当刹车过头了要锁死的情况下，哦，他才把风退掉，哦，不要让轮胎锁死。接下来我们来讲 EBS 翻成中文就是电子控制刹车啦，哦，就是电子刹车的对啊，吃电子的啊，咱现在卡动，哦，我们踩下去刹车有一个信号嘛，电的信号，哦，一个是给刹车灯，然后现在有 EBS 那一条电缆就信号给 EBS， 然后 EBS 呢，哦，你们刚刚有看到就是空车设置一大堆有的没的，哦，
它就会感应说你是重车还是空车，你现在踩了多少力道，我要供多少空气给尾车。所以它只要接收到你的刹车讯号，它就马上从 EBS 那边送风给刹车，空车给空车的风，重车给重车的风。重车的风如果不够，它还会吃车头的，所以它就能提供你非常精准，而且车头车尾的 balance 非常好的刹车。再来，这个是大家应该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重点，就是价钱，价钱非常贵。这个就是像这样啊，你要直接改 EBS 的话，行情价10万一本，足贵。当然我们在网络上讲，当然你也要让人家做生意啦，毕竟外面每一个人价格不一样，就是大概在10万以内，你如果去到现场或者是你去成威装，当然就没有那么贵，有心要装的话就没有那么贵。讲10万大家也是感觉真贵，还是真的真贵。像这种中古车头，你后天说要省回来，要把这10万省回来，我觉得那个几率也是没有到那么好。当然要什么情况可以回收，就是像讲下雨天打洞输沟，这个下雨天你根本不用担心啦，尾车不会甩啦，下雨天都不会甩。如果要装 EBS 最经济实惠的时候，就是在车体厂打造你的尾车的时候就要安装了，看你是要选碟刹还是选鼓刹，在那个时候就加装下去，那个时候最便宜，因为你只要补，现在基本上都是要 ABS 嘛，你就补差价就好了，所以那个差价会非常的大，就跟你像这个中古斗直接去hop这个10万呢，我是怎么开的落去，就是当 YouTuber 要有实验的精神，YouTube 谈的也是要付出，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装了，因为我鼓刹也没有装过，踩起来的感觉，现在是空车，重车我们以后再说。空车踩起来其实跟我碟刹的差不多啦，空车再开，就像刚刚说的，你只要第一次踩到 EBS 刹车的朋友，你也感觉哎，车是不动哟，不是不动，因为是车头跟车尾刹车都平均的，比较不像以前大了以后就来，那个是后面的尾车在拉，你知道吗？现在都是平均的，车头车尾的刹车都是很平均的，尤其 EBS 啦，像我之前那个碟刹加 EBS， 那个下雨天真的非常的安心啊。我把差不多跑70-80吧，就省到70-80，然后刚好有照相的地方，又红灯，空车又下雨天，都不用烦恼，动到就站了，车就停了，连慢都不慢，也不会锁死。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装的话，ABS 像这样，你如果旧版完全没有什么刹车系统的话，我觉得 ABS 是一定要装啦，前提是我觉得是搭配6期的车头，你一定要装，会发生什么状况？因为之前我有试驾嘛，也有自动刹停那一些自动跟车的朋友，他们回复是说，例如说交流道有车子上来，然后它速度又不快，直接切进来的话，车头就哔哔哔哔，然后你就看板架在冒烟了，因为它连 ABS 都没有。所以6期车，你至少要装个 ABS， 然后 ABS 这种东西现在很普遍的啦，基本上你如果旧版下去安装，没有其他的维修，大概是3-4万块，我觉得这个也是最基本的，你如果搭6期有那个自动刹停，至少一定要搭配 ABS， 不然你的轮子只有拖轮你就不合了。
然后 EBS 的话，哦，你刚刚就有听了嘛，空车它有空车的风，所以它不会让你过头的空气去推刹车，所以你的轮胎和刹车皮都会很省。哎呀，就这样啦，推荐给大家哦，就去参考，你有多少 money 就做多少事，这样 OK， 拜拜。我本来是要装 ABS 的，但是我又觉得 ABS 那个刹车在踩哦，好像没有那么线性。对，所以这我也大概跟大家提一下哈，主要关键就是因为 EBS 跟 ABS 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是电子讯号控制刹车， ABS 是机械气压刹车，机械气压讯号去控制刹车。嗯，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光是第一个速度就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这一颗一定是跟着目前五期六期车头最新的车头在做的一个 CAN 的通讯讯号。嗯嗯，对， CAM CAN 通讯讯号， CAN 的通讯讯号，对， CAN 的通讯讯号。然后白话来讲咧，白话来讲它跟 ABS 的差别，因为讲这样吼，有些观众可能听不懂哦。第一个讯号的速度就有差，再来就是它讯号的速度，对，讯号的速度就一定会有差。 ABS 是走什么讯号？它是走气压讯号。 ABS 走气压，对，等于你若是那个 ABS 你要等车头打动，对，你有打风散过来，它才开始作用。嘿，这一个只要你稍微点到它，只要车头有 EBS 的讯号送出来的时候，它就 电的讯号过去，对，它就已经预备刹车，它就预备了，对，它就预备刹车了，对。然后我之前的理解啦，哈，嗯 ，ABS 是不是咱若打档风散过，啊，今麦若要切咧，若较甲你退风，敢是这个意思？那 ABS 来讲，敢是这个意思？打落，打落，风散过来扳台，哎，啊，咱今麦恁啊开始动啊嘛。啊，是不是差不多？那到要切链的时阵，伊才会把风放掉，敢是安尼？啊，对啊，对啊，这就是 ABS 的作用啊。哦，它主要就是防锁死。EBS 是讯号过来，然后加上刚刚那个高度感应阀，去送它空车的风这样的。应该是说高度感应阀，它主要是因为我这可能要重新解释一下哈，因为在它里面的软体里面，它已经设置了你整车的空车重量跟重车的重量，所以我们等一下还要插电脑设定我们空车的重量，没错，而且整车的尺寸，你的车轴多长，然后两轴距离多少，车宽等等，全部都要设定，数据都要设定，对，数据都要设定。啊，那 ABS 不用啊 ？ABS。不用啊，不用啊，他也没办法设定。哦，对，他也没办法设定。对啊，这样就看他啊。对对对，然后主要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功能，就是 RSS 防侧翻的功能。因为他这个系统里面，这一颗主机里面，他有一个类似陀螺仪的功能，他会去侦测你的横向加速度。当你过弯的时候没有踩刹车，横向加速度增加的同时，它会自动帮你刹车。就靠伤紧要起伊的时阵，对，伊会自动帮你打档。哦，所以这一套系统真的是安全有效。了解了解，是有效缩短刹车距离。嗯，对，它是因为我之前有装过了，嗯，但是细节哈还没有问过专业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值得花。是，我觉得值得，真的值得啦。嗯，对啊，对啊。如果长期来说，没错，尤其它空车的刹车，它可以供应空车的风量。你懂啊？它线性哦，线的拢是冷皮加风皮啊。没错，其实长期来看的话，你以整体的成本来看，其实它不会比 ABS 来的贵。嗯嗯嗯。我觉得这是关键啦，因为其实观众。可能会比较 care 的是成本问题。我本来以为古刹子可以装 ABS，
后来我听到说可以装 EBS， 我就一声就给开了。当然啦、啊，当然啦、啊，都其实都可以装啦、啊，就是就像我们待会可能要去做加工啊等等的，时圈要把它装上去，其实这些功能都是可以做的。当然，我们还是比较推荐搭配碟刹的车轴。碟刹，对，碟刹的车轴其实效果会更好。对，对。但是想想啊啦，这个中国刀啊，我讲是先安尼开得啊，新车他来建制啊，这是、啊、这是、啊、这些、啊、OK OK OK， 谢谢谢谢。好，谢谢。